我们去南京了。老公老王在南京，然后买了三个杨梅那个薯条，就是全是饼，特别杨梅，我只能这么说，辣酱。你们家筷子，筷子在后边。蘸一下辣酱吃，我感觉辣椒好奇怪啊，辣椒好奇怪啊，辣椒辣的多多了，不加辣酱比较好吃。它这外边是不是有玉米？还挺好吃，那个黄色的好像是玉米的。嗯，好吃了。准备下一家，拜拜。这是桂花的，这是一个糖烧饼，这是一个糖馅的烧饼。
看的看出来是最屌的。有点挺白糖似的。你是不是自己吃完？好吃吗？吃糖热吗？吃一口没觉得有什么鸭油味，没吃完是吧？没有很香吧？我觉得那个鲜肉的我能吃出鸭油味，对，鸭